好，好，好。朕想不到关你几年别的本事没长，这嘴上的功夫倒长了。既然你说皇后之位得有德有能者居之，那你告诉朕，你有何德何能？民女自小熟读诗书百文，品性温柔，心地善良，心怀天下，身在后宫却从未做过害人之事，这就是德。对于能嘛，不若请皇上带上几位重臣去冷宫的后山看看，看过了再来与民女说能者之事。后山？难道后山有什么宝贝不成？去，把两相三宫六部的掌权人都叫来，朕倒要看看这废后要变什么把戏。皇上！去，朕倒再看看朕的废后有多大的能耐。小朕的后位可以，只要他有这个本事。霍骁，立刻去叫人。是。一行人满怀好奇地往冷宫后院而去。当他们走到后院那荒山边，看到那一片一片的瓜果蔬菜粮食作物之时，一个个都目瞪口呆。这是冷宫吗？这不应该是乡下的农庄吗？看着这从来没有见过的农作物，萧远寒好奇极了。皇上，这是什么？宁氏，你来说吧。回皇上的话，这叫土豆，可以做蔬菜，也可以做粮食，它能亩产3000斤以上。方大爷，让人来量量这地有多少，把它们全都挖起来过秤。是。这个，你别告诉我能亩产10担。自然不能，这两年它亩产一直在5担左右，我想提高一些产量，但一直没做到。